大家好，在越南九哥又起个早，拿着国王酒越南到处走。国王酒让你桃花财运啥都有，重返青春十八初恋。我这刚起来就着急忙慌的往过跑啊，现在去车小家，然后继续装修房子吧。今天忙碌忙碌再忙碌，哎呀，这天天忙碌比以前强多了。以前这起不来，现在是你看眼睛还睁不开，你硬挺啊往起起。现在才十点多，上午十点多，以前我都睡到下午。好了，走吧，快点给这个装修完啊，国王酒喝起来，出发。哦，到他家了，小地方。哎呦我的天哪，我最怕的是下这个楼梯，很小。哦，到车小家了啊，哎呦。他这个紧忙活呀，应该是刚醒。看看他忙啥呢。哦，在弄什么，在弄啊、哦、弄花、哦、你在做什么，吃饭了吗？Bạn đang làm gì vậy? Ăn cơm chưa? À, tôi đang chế mì.我在做面条。哦，你早上没有吃吗？buổi sáng bạn không ăn sao? tôi chưa ăn. 我没吃。我也没有吃呢。tôi cũng không ăn đâu. vậy tôi sẽ chế mì cho anh và tôi ăn.那我就给你和我自己做面条。OK。要不然我们出去吃吧。Nếu không chúng ta ra ngoài ăn đi。每天你都煮面条吗？ Hàng ngày bạn có nấu mì không? Có. 有。有。那好吧，让煮吧，都烧上水了。现在他也会用电饭锅了，煮点方便面。哎呀，看车小换弄啥玩意儿呢？这里还有点不让我看，我也不充满啥稀奇了。哎呀，他面还没煮好呢，饿了我都饿了。我准备待会给他的钱让他多买点这个衣服吧。要洗衣服。哦。他这条脚真的是标准美啊，他这条脚不大不小，正正好好，招人稀罕。越南很多女孩的脚特别大，脚趾特别长，我就不喜欢，我属于脚控，特别关心女人的脚，脚控。他现在在洗衣服，面还在煮。嗯，安，吃 ，OK， 吃。这个面煮好了，他先尝尝。好。OK， 好。我给他。帮你拔了。哎呀，可以吃了。哎呦，慢慢的，得。
我，你别做好了，扔这里，扔地下。哎呀，我看他害怕呀。哇！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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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面条吃着我感觉会很好吃，普通的方便面在他这里一煮，我觉得变成了美味佳肴。啊 ，OK OK， 这个就这吃吃你吃，哎，啊，好好，吃吃吃，后边电饭锅吱啦吱啦响，他也不会用筷子。一点一点扔挑，好了，我先吃了，吃了，吃了，该吃了，他还有害羞呢，看看这个面怎么样？还可以啊，吃太多面不好，但管有味很多，我不知道吃咸蛋啥正好，喝点汤，其实不管吃啥每天能早上能吃到东西，因为第二天前天晚上喝很多酒，第二天都是胃不怎么舒服，然后空荡荡的，能有点东西胃里边就很舒服。早上有的时候喝完酒第二天不想吃，但是再不想吃也得吃，这样的话就胃保护胃。我这是天天喝，一个月30天喝29天最低的。哼好想喝。OK 啦。然后，有时候自己以前煮点粥、煮点面条什么的，现在就是也少煮的少啊，或者怎么的。哎，天天有个女人给你们做早餐，你们愿意不？现在很少有这种女人了吧？天天早上能给伺候明白的，尤其像我们中国，那女的更那啥。基本能男的做早餐，我记得国内跟我老婆结婚的时候，我也是天天早上都是我给她做早餐，她也没做过，或者去外头吃早餐，吃的豆腐脑、油条、小笼包，吃的大蒜放点陈醋，特别开胃。我们东北就爱喝粥，早上粥、咸菜、包子。好了，不说了，吃完了，冒一身汗呢，我去了，吃饱了，哇，今天安装窗帘，然后，然后，什么地板水暖乱七八糟的，今天时间紧赶慢赶，还得。吃完又继续洗了，他这个刷着刷，我刷着，洗这啥玩意儿啊？这是洗的内裤，我去了，我刷的这个皂皂，我的天哪！我这很喜欢看他洗衣服的样子，他这洗衣服
刷坏了吗？不起球了吗？刷着刷，你看夸夸的，我头用遇着用刷着刷衣服的。今天不是空档啊，这缝隙啥也看不着啊，有印子，里边有暗藏，不是空档。哎，要是空档多好啊！我就这么着，顺着这个缝子，小缝子就能看到美丽的景色。哎呀，缠一缠吧，忍住吧，再怎么的也得忍着。一个大老爷们儿，得管住下边啊。今晚上继续约会，约别的，不能干啥。以后多多给你们约别的妞啊，视频你们多看多看，啊，视频里边都会有别的妞出现。然后给赞、红心、点赞、评论，一定要记得。然后我都会一一看你们的评论。今天晚上我见一个妹子，这个妹子怎么说呢？有故事。这个故事我怎么说呢？这个故事是要从多年前说起。多年前说起这个故事，人很好，特别好。啊，灯老大了，灯老大老大了，啊，我给他起名叫柳岩。今晚上见面，啊，我可以先透露一下，跟你们透露一下，透露一下这个剧情，透露一下剧情，透露一下剧情。我给你等一下啊，透露一下剧情，长得是这样，长得是这样，啊，透露一下剧情，看我们约的是，约的是。我还得给你发位置，今晚六点，啊，今晚六点，他说五点，我说，他说今天、明天、后天，啊，他主动约的我啊，主动约的我，兄弟们，啊，主动约的我，问我在越南，我说在越南，早上九点给我留的言啊，主动约的我，啊，呵呵，主动约的我，啊，今晚上就是这个，今晚六点相见，与他不见不散。让你们到时候看一看这个变没变样。我们俩很久没有见面了啊，有一年没有见面了。我跟就刚才跟你们妹子，刚才给你看照片，这个一年没有见面了。长得是大高个，但是不像车小这么小灵巧，这种小巧玲珑的这种啊。车小这种就属于啥呢？不累，用起来不累，不费油。像我刚才看这种就属于总开费油吧，就属于你得喝上我的国王酒才能不费油，夸夸夸夸就是弄，不喝国王酒是指定费油的。哎呀，我搞得快点吧，别吹了别吹了，吹到时候他一着急了就。我准备给车小拿500万，让他自己随便想买点啥买点啥，要不然手里没那么多钱，他也不敢买啥。400、500、500万，想买点啥买点啥，待会儿给他买点衣服啥的。这还是我给他买的包呢，天天用的旧旧的，保持的老好的，天天擦呀什么的，里边带充电器、口红。哎呀，这卡子化妆品这个啥的基本都是我也买的。我看看亮上了，亮到那个位置不痛风啊。哎呀，他这那能干吗？他那么多挤到一起，行，怎么亮怎么试吧。我这一说他听懂了，往下走。洗完衣服了，现在就差不多了，亮起来吧。哎呦，真的挺好，他还害羞呢。晾在外边去了，会不会有人偷看呢？
这个钱给你买点肉、水果、衣服，想买什么买什么。Số tiền này mua cho bạn một ít thịt, trái cây, quần áo. Muốn mua cái gì thì mua cái đó. Yo, OK. No. OK, OK. 买点自己想买的。Mua những gì bạn muốn mua. OK. 我有钱，不想再要你的钱了。你哪里来的钱？都是我给你那些吗？bạn lấy đâu ra tất cả số tiền tôi đưa cho bạn？ 以前我没有给你那么多。trước đây anh không cho em nhiều như vậy。OK。No。OK。Tôi cảm thấy bạn cho tôi đã nhiều tiền rồi nên tôi không muốn lấy thêm nữa. 我觉得你已经给我很多钱了，我不想再要了。Tại bình thường tôi cũng không xài gì nhiều đến tiền. 我通常不花很多钱。通常不花很多钱。哎呀，我怎么说呀？你听我的吧，你拿下。Người nghe ta đi, người lấy đi. 你现在还有多少钱？ Bây giờ anh còn bao nhiêu tiền? 我看看这。我看，哎呀， no. 我看他还有多少钱？看看看看看看，看看他这还有多少钱？这行，对，一万，哎呦，哎呦，一万一千，五万一千一，12万1000亿，13万1000亿。13万1300，13万1500，13万1700，13万1800，14万，13万1800，我算懵了，就10多万，合着几十块钱，这只能够你吃几天的泡面。cái này chỉ có thể bạn ăn mì gói mấy ngày。如果我不在你旁边吃饭，你就只能吃泡面了。nếu tôi không ăn cơm bên cạnh bạn, bạn chỉ có thể ăn mì gói。你可以再买一些衣服，现在天气要冷了。bạn có thể mua thêm một số quần áo。现在这边也是，空气比较凉快，晚上比较冷，因为中国也是冬天嘛，这边也是跟着变季。OK。OK。买点漂亮的衣服，以后我们店开业了，你要漂亮的。mua chút quần áo đẹp, sau này cửa hàng của chúng tôi mở cửa, bạn phải đẹp. OK。OK 了。sau này tôi đi làm, tôi có tiền, tôi sẽ trả lại cho bạn。以后我上班了。我有钱就给你退回去。OK。谢谢舅哥。OK。那你准备一下，我们现在去店里。为 bạn chuẩn bị một chút, chúng ta bây giờ